大家好，我是陆老师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《我去上学》。我去上学。我坐飞机去上学。我坐火车去上学。我坐轮船去上学，我坐校车去上学，我骑自行车去上学，我滑板去上学。校长好，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